仙尊师父，你怎么又做噩梦了？白松，你来轮回峰多少时日了？今年是第十年。原来已经十年了。我看你还往哪跑！我不过就吃了你们几口饭，何苦一直追我？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白松。小白松啊，你真的想不起来自己来自何处了吗？仙尊师父，我是真的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。你是阿叶的剑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忍你很久了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懂你好不好？过会儿就去带你找嚣张的羽霜剑。这把剑已没了主人，生出的灵石混乱不堪，如此任性妄为，不听管教，属于残次的劣等灵器，又总是骚扰仙尊师父，不如将它销毁了，融成精铁，也好给其他外门弟子再做成出阶兵器。你不懂，他呀，这是在给他那主人打抱不平啊。我相信他主人一定会回来的，回来杀我复仇。最近我体内魔气越发不稳定，噬灵珠是否又显释放？并未查探出。回尊主，其实早在十年前。弃子，说。在上灵宗附近。原来如此，上宗。尊主，